迎为您现场直播2022海外华人春节联欢晚会，让我们一起辞旧迎新，共同祈福新的一年。在这里，我们特别鸣谢汾酒国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。迈阿密华语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导演宋江波，祝愿2022海外华人春节联欢晚取得圆满成功。迈阿密华语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京剧梅派青衣胡文革。我是北京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团长穆建志。我是演员李梦楠，也祝愿2022年海外华人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。